到底要怎样才能救他？你空哥出来就为了看你的打球？今天放学后在校门口等我，我们一起回家。跟他？林哥就这么原谅你了，是因为你是他唯一的弟弟，但我可没有。别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混过去了。今天下午放学以后，林东浩会死于一场车祸。林哥呀，林哥呀，林哥呀，林哥呀！给一下。这听起来肯定是好冷，但是也挺冷，是吧？对呀。那我笑死了。你就先看，然后思考一下怎么那儿。你就不看一下？哎，哥那里有家串串还不错。好像半悠的头发是公分，然后还要重做一下造型。是公分吗？你这骑自行车，我先帮你蹭干净了，你得感谢我。啊，说吧，谢谢你哈，谢谢。马上。再来一下黑白被打了，你把你的手肘往下放一点。哎，你真的下面放我就拍不到。对，下去一点，下去一点点。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放点药给你看。哥。怎么可能还有上去？我们正要到那谁我的剧本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放哪儿？狗子来。你再吸一口那个灯，它就嗖嗖就吸进去了，你就重新吹。一个表演吸灯。哎，好久，关，开，开开开，关。不对，你是吗？配 service。关两灯。我保证不会下雨。向阳，不是换人了吧？换头了，换头了。不好意思，哎，今天食堂可是有狮子头啊！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哈哈哈哈哈！
他会画呀。我来。我觉得应该要这样。这样的话，嗯。行了，就这样画，听你的。对。一个亿了，你知道吗？行。画了他就很幸运，我跟你说。画到了，就是收藏到了两位就是艺术家的神作，共同完成的一个。我们应该给他画一个信封，给他什么署名啥的，就值钱了，对吧？韩国何丹，谁写的这么用心？你猜。让可以我蹲下。好，你自己来领吧。我用指甲给他写了一个。